所有平常日常生活
个部落的导览游程中，游客从甲板山部落走溪口吊桥进入溪口部落，在吊桥的入口处啊，部落耆老就会跟主灵对话，祝福每一个进部落的朋友，也保佑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哦。在进的纪念碑，我们这个溪口这边都造成批评，底下很漂亮，底下很漂亮，就是突然大概没有整理了，都变成芒草啊什么堆啊。在过去啊，日本在存在的时候呢，他帮我们做了一些水田的挑选，因为在过去我们是烧水田的地区，然后他要挑选到上来才可以在我们当中再去挑选一些水区，然后在选区就做柴油水田有机田的时候呢，每一家每一户出来都有一个打招呼的方式，像这种就是你要去哪里走的哪些工作去工作，然后呢左手边这个气质文化，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下，然后这是地界的一个标志，然后我们都是以这个为地界，如果这一块已经做起来，代表这个地是他的家，等于不要再进去了，这是地界，所以在我们气质文化是非常有名的。我们正在拍一些古道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些气质的文化，它还屹立不摇的在那边。你看你经过多少次的大地震，它没有倒过，是因为它懂得去做缝隙跟缝隙之间的接管，没有一个水泥哦，没有一个水泥哦。主要的是在感谢我们的主灵，谢谢主灵给我们这么丰收的一个食物。然后呢，为什么刚刚有男孩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喇喇，然后在这个喇喇里面挂在树上是对主灵的祈福。我们希望主灵在未来的一年也给我们像现在一样的生活，因为太阳不是不贪心的族群，刚刚刚刚好就好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祭祖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准备的不一样。一般我们在平地族群，我们拜拜就会做得很丰盛，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东西都是小小小小小小一块，因为我们要告诉主灵我们很幸福，这样就好了。要呈现的是要告诉大家这一块。溪口部落的导览游程最近几年都配合桃园县政府开办的原住民部落观光巴士旅游活动啊，连接卡斯勒部落的有机农场、河流部落的溯溪以及库志部落的清水之旅，让游客可以在一趟游程中感受到各部落不同的风光与文化，因此也吸引了源源不绝的游客，更带来部落的商机啊。所以这个会吸引游客，就是他可能看不到欧洲相同的很多，然后这是已经做到什么阶段呢？是客人来了之后跟我们预定他要的图形，然后我们客制化直接寄给他，做好寄给他，所以这个就直接就成为他们的直接收入了，直接收入了，对。所以有导览的部分，也有手工艺品的制作，然后这个就现赚的了。对啊，认真啊，这样钱能够留下来，人就会留下来的。所以现在是草创了，所以东西不是很多了哈。对对对，我们还在努力当中。而且比较偏客制化。对。以后这一区就会变成我们手工艺品的传统。对。哇，很常看到这个了，但是这个很难的看到这个。是一种创意的。这个是长公能戴的帽子吗？这个是部落头目戴。哇，我就说长公是泛指有地位的人呐、啊。有地位的人才能戴，而且。这个又刚好在溪口部落有一个这么厉害的老人家，他真的很会做，是我们黎明夫妻了。他是真的很会做，所以他虽然年纪很大了，他还是有在途中教学生，就所有的太阳的传统的一些地方。上面那个金纽扣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在过去哦，就像我们其实原住民都差不多，我们自己在地部落能有的大概只有边边旁边的东西。对。然后呢，我们能够有这个呢做装饰，以前其实是贝壳。可是现在我们就看到现在有菱形什么就给它放上去，